各位街友们好，欢迎收看意大利快讯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。Carolina Gadetti 是意大利魔方冠军，通过网络传达魔方的魅力。43.252.003.274.489.856.000这串数字有街友知道吗？这不是银行代码，也不是一串乱码，而是魔方所产生的变化数字。Carolina Gadetti 出生于1999年的一名女孩，她是意大利魔方冠军，同家人一起住在博洛尼亚 Cavalcore。一年多前，他开始在 TikTok 上发布视频，他发布的视频内容是解决各种大小的魔方，目前已经超过了50万粉丝，也能从视频中获利，正在扩展到其他社交空间，如 Instagram 和 YouTube。 Carolina Gadetti 开始对魔方感兴趣时，是在17岁时，他的朋友能在20秒拼完一个魔方，讽刺他不会拼，于是他就开始学习，直到拼成功。在这不断训练的过程中，他沉迷在魔方排列里，逻辑和直觉混合的魅力，便开始执着于拼魔方。后来开始参加各种比赛，用不同的方式训练技巧，在疫情封锁期间，学会在网上发布视频，一时间吸引大批粉丝。他表示，这是一个非常迷人的物体，背后有一个巨大的世界。你了解立方体越多，就越能发现从没发现过的东西，也希望能推动魔方在意大利流行起来，非比寻常。维也纳奶奶将从威尼斯徒步到北京，从威尼斯到北京有多远，而走路完成更是没人敢想的。但这位72岁的奶奶却即将开始这一壮举，徒步到达北京，追随马可波罗的脚步。这位勇敢的女士就是 Vienna Comarota， 她时刻以行走模式前进。2016年，她从坎帕尼亚的奇伦托海岸到普利亚的曼弗雷多尼亚湾，再到加尔加诺国家公园，成功的徒步穿越了 Camino della Misericordia。2017年徒步走完歌德的意大利之旅，因此被多家意大利媒体采访。如今他又要重新出发，在2022年4月26日离开威尼斯，至少一年最多三年内到达北京。他已经做过了训练，并准备好了旅行工具，此次目标是与各国人民见面，将意大利的微笑带到世界各地，并为促进意大利的考古和文化遗产做出贡献。他表示，害怕的不是时间，而是如果我真的做到了。我一直是一个坚定的人，我的坚韧使我能够实现目标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必须超越世界和时间，专注于以诚实、生活意志、忠诚来获得的结果。意大利学校不再有教师、家长和学生的 WhatsApp 群。手机介入我们生活已久，疫情也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，因为远程教育，学校与家庭的沟通已经从传统渠道迎合社会渠道，公共和私人之间的界限已经大大下降。聊天已成为教师、学生和家庭之间沟通的一个几乎主要工具。校长们现在的目标是修订行为准则，其目的是发布一项对意大利各地学校有用的条例。主要的变化将是专门讨论社会网络和学校、家庭交流的事项。街友们会不会由此苦恼？聊天室的消息充斥着无用信息，没有更多的聊天，没有更多的在线小组，没有更多的电话，没有更多的角色混乱和混合关系。WhatsApp、Facebook、Instagram 或 TikTok 将不再是学校和家庭之间交换意见和信息的广场。新规则还将制止在社交网络上发布损害教育机构形象的内容，在聊天室内避免家长和学生没有意义的聊天。但是目前新制定的法则并没有法律保护，只不过是呼吁罢了。